彰化县警察局位于暑假期间宣导交通、反毒等青少年问题，特于二日在彰化高中举办阳光少年放一下晚会，县长卓伯源、警察局长关正泽等贵宾出席与会。我每年呢都会推动暑期保护青少年的青春专案，我们这几年的努力，从民国99年我们的成绩是全国第6名，100年进步到第3名，到了101年我们进步到第2名，我们希望今年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拿到全国第1名的成绩，好不好？好。治安是整体性的，尤其是青少年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希望他们在这个健康安全的环境当中啊，能够健康的成长，未来能够担负国家社会的一个重大责任。那青春专案啊，除了说我们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以外，我们也预防啊青少年避免陷入一些啊比较不安全的或者是陷于可能犯罪的一个情境，那我们动员整体的力量来营造这个环境。卓县长表示，暑期青春专案是一年一度重要的活动，为使青少年朋友在暑假期间能拥有正当休闲活动，并呼吁青年学子远离毒品，珍惜生命，注重交通安全，不飙车，希望借由本次活动让学生们放松心情，享受健康快乐的暑期生活。公益频道张华语彰化采访报道。